刮的。还好啦，你不用那么怕。啊，小雨，你很过分哦，跑超过分哦，跑超快的啊，你超过分哦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真的觉得这样不行。我把所有要他看得到的东西全部都拿光，我刚刚眼前看到所有东西都被他拿走了，气死我了。好像是一只跑得很快的兔子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不行、啊，所以你要做事啊，做事啊！你那只就是收集材料的啊，我的有啊，我在努力了，这样子啊。哇，所以他们在下面是不是啊？等一下谁碰红色虫洞啊？我啊。哎、欸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虫洞应该不能乱跳吧？还是虫洞你跳下去你会扣20点的理智，那、啊、我理智会回起来，所以我就我没差哦。哦，那没差。我看到石头 了！哇！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他是打你，他是打你，分一点给队友嘛。行，没有人可以打走我。可以问一下，有四个猪头的那个地方是干嘛的吗？中间是不是一个祭坛？对，他那个是复活点，所以我不理他。有武器，有武器，不用理他，嘿。傻眼呢、欸！我的，傻眼小雨，我的，傻眼小雨，你们是傻眼小雨，傻眼，好有画面哦。你们是在底下了吗？都跑到去了。我们在上面呢、欸，我还在乱晃。我们要回去吧？找他们回去吗？啊，我捡个，告诉我们学校很重要。我只是一个会煮饭的而已。会煮饭的好哦，也是不错啊。可是走路跟废物一样。你要叫那个跑腿的做事啊！啊，他不给我东西啊！不是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让我有一些资源好吗？没有，你知道小雨在我连稿子和斧头都没有、欸，拿一堆东西后说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我很晚才进来、欸，这个猪头人，就刚我问的那个吊起来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我刚问的东西。你可以做个锤子把它敲掉，他会给你猪屁股。猪屁，猪屁，猪屁。哇，这边好刺激哦！哦，不要！完了！你快来，我这边看到这，打架，他打起来，他去打触手，他打触手了。走！你们那边怎么那么刺激啊？我觉得我们有三组的世界。哈哈哈哈哈！找着帝王了，我在单人世界。对，从昨天到今天都在单人呢，真的哎。你怎么这么喜欢单人世界？阿静，你是不是跟我们有一点心结？有话可以说出来，没关系啊。冲动！跳！走喽！啊，这边就有矿、啊。哦，终于看到石头了，我好感动啊！哎、欸，这好矿啊矿！哦，这哈基仔的位置啊。嗯。嗯嘞、欸。地上有黄金。捡黄金。还有石头。哦。我觉得真的是到处踩。正常、啊。哎、欸，陷阱洞是干嘛用的？陷阱洞，你是说虫洞吗？就是一个嘴巴的样子。没有，它是一个洞，有往下的楼梯。你挖掉了哦。啊？那个晚上你我以为那是石头啊。那个石头。好。嘿，那个叫落水石，它挖开来会那个石头会通往一个地洞，那、啊、地洞是另一个世界，有点像是麦克里面的地狱的感觉。嗯。好，所以我挖掉会怎么样？晚上半夜的时候会蹦出那个蝙蝠。哈，说法师吗？对，怎么又是法师、啊？又是法师。啊是啊，天又黑了，啊又黑了，傍晚了。好多蜘蛛哦，好多蜘蛛哦，救命啊！那个洞穴应该跟我们家离有点距离吧？哇！我觉得杰克，你不要再往那洞穴走。好多蜘蛛哦！为什么？是假的？因为他在右边而已。好多蜘蛛！等一下，他是按 F 哎、欸，不是按 Q 跟 E 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难按哦。等一下，我打。我白痴，我资源层，我早讲嘛。我打。等一下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可以轻松解决了。我们打完一波怪了，我们打完一波怪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只看到妙哈跟小雨了。啦！我在右下角，那我往上走，往上。好啦！差不多喽，该走喽。啊，我该回去了。我觉得我不要一个人，我要跟着一个人走。我不愿。好啦！一个人。哎，痛！我要叫杰克啦！哎，那就是蝙蝠啦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好多蜜，好多蜜，我走了，好啦！
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我白痴，我刚刚拿稿子在打哎、欸。你拿稿子在打，好、哦。这里太多那个池塘。我的稿子号的耐久度，天哪、啊！你不要太接近那边、啊，然后那边有那个狗狗。啊、小雨，你那么快都会被打。这些水，这些水果酒上面是加永久的吗？虫洞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就是你们现在在的位置啊，回到门了。门。绚丽之门。哎、欸，一开始门怎么了？对，然后你们不是在上面吗？没有虫洞啊。不是、啊，可是他们的位置，等下你们是怎么绕的、啊？我们就到处跑，到处绕啊，然后绕绕资源采完之后才会回家。哦太多了啦，太多哦，好开心哦！你们可以先在我们家附近盖个萤火、哦。有盖了盖了。我看，哎、欸，只是很强是很强，可是键盘有点远啊。哇 ，F 一到四哎 ，F 一到四，你这么多招式啊？四招啊，打就打掉。哦，好远哦，这个。我要没有黄金。我也走太远了吧？煮点东西吃。有时候想要烹饪，然后又按成吃掉，你就小心不要按错啊！嗯、吃，少一朵花花。不是，哦、我有花瓣吗？我有十四朵花花。繁星表示要花朵干嘛？可以戴花环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繁星在我旁边啊。哦，啊、哦，原来他可以接住我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我跟音乐比较担心食物而已，真的。我是还有一些食物啦，我还有怪物、啊。我只觉得我们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基础建造，好痛苦。来了来了，我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有高手回去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求高手，求高手带三个新人组啊！就是要做那个科学机器哦。对对对对，还有黄金美。你们找到石头区了吗？我刚挖开一个石头，叫做陷阱洞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那个是我唯一看到的石头。那个就算了。说我可以吃怪物肉吗？可以。我可以吗？扣！我抓。我也会扣吗？欸，我不知道欸，你要不要试试？白天了，我吃一个看看好了。可以吃是可以吃啦，会不会扣不知道。我知道可以吃啊，但是我娜娜吃不到。会不会那个啊？他要加帕利康，会，我记得他会，那他岂会？那他岂会？对、oh, 他不能吃怪物肉。他在动画里不都吃很奇怪的东西吗？嗯，欸、我觉得蛮正常的。哦，剧透没有了。哎、欸，那多久了还剧透？都多久了？那代表你没有很伤心啊？他们都爬上来了，你忘记了吗？爬上来了。你说从落水洞上来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要现在要敲一下这个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去了。好，我敲，我敲。我需要你说实在，我要圆圆的石头。你要圆石，我圆石也身上有七个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回去了。好，我需要你们，我们这边没石头。哎、欸，这地图其实说实在，这边真的没石头很少。这个鸟粪可以干嘛？开场不好吗？对，这个开场不太好，因为它的地形有点……这地形没石头，很痛苦。这是一个。在我们这里很多啊！你们在哪里啊、你知道这是一个 U 字形吗？完全 U 不是，这个也太远了哦。很远啊，有点远、哦。我们是走虫洞过来的。对啊。所以你喜欢放射吗？还是我重开？你们觉得放射比较好了啊？这个是一个 U 字形，我们在里面超远。它是个 O 字形。O 字形、没有，其实我们根本绕不上去啊，没有接起来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刚好断掉那个。没有、啊，要跳虫洞才有办法那个。嗯，要给我原石头吗？来这里，在你们觉得嘞？看你们，我是多好啊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快重开吧，这对新手有点跑得太远了。你看我有太阳伞，不给你看，你看啊。可是我觉得 O 字形对新手很好哎、欸。这个干嘛？没关系，再开，再开一个。好，那我要把粉红色兔兔拔掉。好。好，刚不是没有，刚就没有在里面了。哦，蓝色兔兔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你会学坏。为什么？我让你体验一下跑不动的感觉。
没有啦，我刚刚就是那种超智障小玩家、欸、就什么大家都在忙生存，你看我有花阳伞。我觉得最讨厌的是，我正要去拿石头的时候，旁边突然爆出一个噗，就过去拿，超快速，后来直接90度走另外一边，直接走掉。没有游戏体验。可是它就只有跑很快跟吃东西比较容易饱而已，我觉得这就很够了。酱油型新手。而且我的花花还是跟人家拿来的，抢来的。然后抢来的，我没有，我直接丢地板的。我是酱油型老手。要打酱油还有什么洞穴一啊，有一个啊，这个不用调，反正我不会玩那么久。以后就多开一点啦，大家多玩一点啦。哦，那我这个一定要打开了。什么东西？哎，疾病。这个没有关的话，没有注意到我们家的作物全部会毁掉。哦。好，坚持一点。来吧。可以进去了。还没，我换我在那边堵。我还没，我还在捡东西，等我一下。还没，我先把附近的石头先捡光。有动物朋友啊，哈基超爱玩那只的。他有一次就是忘记做事，好像去尿尿还是干嘛的，就快死掉了，直接死掉。哎，真的原地发呆，你就开始慢慢扣理智啦。对，他是扣很快吗？还蛮快的，就是大箭头往下。哇，就是。可是你有做事的话，就。欸、如果你有做事的话就是往上大箭头。哦，就一直在动就是往上大箭头啦、欸。可是动跑步不算，一定要就是去采集啦打怪啦那种才算。哦。嗯。过劳死角色。过劳型角色。来试一次。哦，你等一下进来的话，可能会那个，有神乐哎、欸，有啊，神乐蛮 OP 的哦。那我玩神乐啊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是另外一只才 OP， 神乐我没玩过，因为到现在还没玩过。好，我玩神乐看看。哦，对，他会讲话、欸，神乐很吵、哦，是假的，他会讲话吗？一进来他就讲话。他讲话很吵。我好箱子哎，箱子宠物好好爽啊！你下线之后，你的箱子宠物就会是我们的了。真的？那你还因为你身上有东西，共享共享。好啊，不给我讲啊！什么啦？我刚讲什么？我刚讲什么啊？不知道。耶！我要当白目小兔兔。我还在 loading。哦，你说谁白目？我说我。我说我。哎、欸這個欸，为什么又多一只 兔子？我可以站在旁边哦。可以，兔子不怕你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杀了。然后就把它吧。哇！另外一只那个月兔是干嘛用的？它是战斗型角色。哦，好，跳过。你要把理智降到很低，你才会无敌。地板好多金块哦、啊！算了，好麻烦，我去当蜘蛛了。对啊，难道叫墓园还是什么的？啊，你在蒙阿波啊？你在蒙阿波？哦，蒙阿波，那你会讲李斯哦？那里，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去，我去。可是我看见我李斯没降哎、欸。我要高级场要需要那个。我印象都是会降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还是角色的关系，有可能。我的声音比其他人小，哎呦，有吗？哎、差不多啊，我听还好。OBS 吧，我调一下，可能吧。哦，我看到蒙阿波了。我需要铲子，最需要铲子。铲子要那个啦，高阶机器。我捡。你给我做，我做看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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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啦，大奇刚刚不要算了，剧透不好。不会了啦，已经不会了，对，已经不会了，现在已经不会了，对啊。没什么快速换斧头或稿子的、啊，点右键啊。嗯嗯，哦好，你就把它放在一二三四啊，一样可以用啊。快捷键啊，对啊。看到石头了，有黄金矿吗？黄金矿是那个，就是石头上面有纹路的那个金色纹路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我没有看到矿区啊。对啊，这里有一颗金矿。摩阿波的话，就需要有铲子才能去挖宝啊。嗯，我这边是可以做机器人啊。哦，坐在哪？你坐啊。你坐一下。你要坐在哪边？要选对位置啊。看你啊，要不要门旁边、门附近之类的、啊、也可以啊。哦、那边有落水洞，嗯，还不错。我要去做铲子，然后我要去挖矿，挖宝了。